我说既然这些 charge 都是 localized 以后，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去探讨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介质在电厂里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一个 atom 来讲的话，你们都知道里面是一个原子核，外面有电荷。那对一个，这是示意图，它不是真的，但是就必须要这样子来讲一下。你知道说这个是原子核，里面是质子跟中子，那外面呢就是电子的轨道。 OK， 好，那电子的轨道呢，在你们的近代物理或者是你们的高中的时候的原子核模型，不管你氢原子核模型，你都已经知道它电子是一个一个轨道。那液内层的轨道的电子就被束缚的液体，对不对？那最外层的电子会比较 free， 所谓的 free charge 就是 conductor 的部分，就是外层的电子很容易游离在这个每一个，这是原子核，然后你的电子呢能够游走在这种空间里面。然而我们看到了，如果我们以一个微观的观点来看的话，你看到的每一个 atom 所在的位置，你可以视为是什么？一个正电荷，然后旁边有一群负电荷，对不对？那它是中性的。那这个也是一样，有一正电荷，有一群负电荷。那每一个 atom 都在一个 lattice 上，在它的晶格上面，这是一个固体的情况，在它的晶格上。那这晶格是有排列的，到你们固态物理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说它的排列有不同的形状。对于金属来讲的话 ，FCC， 好，面心立方晶系是最常有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说，对 insulator 而言，它的 charge 已经 localized， 理论上面，你这些 charge 啊，都被这个原子核绑得死死的。然而，我们发现有个事实是你不容许忽略的，也就是说，把这一块晶格啊，放到电场里面去，你把它放到电场里面去，会有什么结果？对，电子会往这边跑，对不对？原子核呢要往那边跑，但是呢原子核比较重，电子比较轻，所以原子核移动的距离是比较小，整个电子移动的距离是比较大。 OK， 好，那现在原来呢是正负电荷几乎是中心，它的那个直心的位置都是在重一叠的，因为你加了电场以后，你现在正负电荷的中心点已经什么分离了，正电荷几乎还在位置，但是整个电子呢它已经 distortion 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电子的中心好像是在这个位置上。 OK， 所以你看到的是负电荷往这边，正电荷几乎固定不动，是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是什么？一个负电荷，一个正电荷，对 ，electric dipole， 它就产生了一个 electric dipole。OK， 正负电荷中心分离了。那有同学会问一个问题，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介电子都有这样的情况？我说是的，但是这个分离
的程度，也就是这个 electric dipole， 这个 dipole 的大小，我们已经讲过 dipole 的大小是跟什么有关系，单它的带电的电荷，然后它的正负正中间的距离，哎，D， 这个是 dipole 的定义，它的方向从负电荷指向正电荷，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知道了一件事情，假设这个正负电荷越容易分离的时候，它所产生的 dipole 就会什么越大，如果你越不容易分离的时候，它所induce 产生的 dipole 就越小。那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这个介电值在电场里面它的 behavior， 它的性质，它容不容易被极化， OK， 容不容易被极化。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极化呢就叫做 polarization。 OK， 因为它产生 dipole， 那这个 dipole 呢，这个有一个 dipole moment， 那这个就是 polarization 的情况，这是整体的概念。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用什么物理量来把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概念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物理量，是你可以去描述的物理量。好，首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物质在电场里面它被极化的程度是我们关心的，那极化的程度就是跟它产生的 dipole 有关系，但是你要去计算它产生多少 dipole 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聚观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电荷，这个电原子的分布，如果它比较密，同样的 dipole， 每一个被极化的 dipole， 你比较密 ，atom 排列的很整齐，但是它比较密的情况之下，你 total 的 dipole 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你被极化的大小，也是你去聚观去看待它这一块到底被极化多少的两个 factor 的之一，一个就是你极化的大小 dipole moment 的大小，第二个呢就是你的 atom 的浓度是多少。那依照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来定一个物理量，这个物理量呢怎么定义呢？当然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物理量呢是完全用聚观来看待的，以聚观的方式来看待。OK， 那我们聚观的方式来看待它，我们刚刚讲了说，我们所把这样子的叫做一个极化，我们就把这样子的物理量就叫做 polarization vector 大 P。 那这个大 P 呢怎么定义它呢？大 P 的定义
就是我们到底产生了多少的 dipole， 你把它加起来，每个小的 dipole 你都把它加起来， OK， 那加多少呢？这里面有多少个 dipole 你就把它加起来。那我们说里面有多少个 dipole 是怎么计算？你是应该 n 乘上 dv， n 是什么呢？N 是 N 呢是单位面积有多少的这个 molecular， 单位体积里面有多少个 molecule？ 那换句话讲说，如果这是 atom， 那你这个就是 atom。所以单位面体积里面有多少的 molecule 过多少个 atom 乘上它的体积的大小，这个是8人，就等于说有多少个 polarization 在这一块里面产生出来。那你就全部把它加起来，那加起来以后呢，再除上你的体积，就是你在这个体积里面平均的 dipole 的数目了。当然我们的 delta v 呢取的是很小很小就可以，你就可以去计算。那记住一件事情，因为你的 dipole 是什么？是一个向量，所以你现在这个是一个向量相加，你把它加起来，换句话说，你加起来的结果也是一个 polarization 的 vector。 那这个 vector 的大小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所以这个 polarization vector 呢，你实际上就是你的 dipole 的 valence density， 你 electric dipole moment 的 valence density， 那是 dielectric 在这个磁电场里面你所 induce 出来的 electric dipole 的 valence density， 或者我把它 induce 的把它加进来， OK， 这样了解了吗？这个定义可不可以能够了解？好，那你既然你已经知道你这个定义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换句话说，很简单的，我们如果要算这个在一个小小底区里面它的 dipole moment 是等于多少，小体积里面你的 dipole moment 是等于多少？那很简单，我们就把你已经知道你的 P， 我把它写成大 P 一点哈，你的大 P 乘上你的体积，然后你把它积一下，不要积，因为还没有积，就是你的 dipole moment， OK，那这个是一个向量，不要忘记。好，好，这是我们已经有的概念了。那我们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样子产生的这个 dipole moment 或者 polarization vector， 它所产生的 potential， 在这外面一点所产生的 potential， 它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这是我们接着要探讨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如果要探讨这个 dielectric 在外面一点这一点的 potential 是多少呢？那你是不是要把每一个 dipole 在这一点所产生的电位把它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一点的电位，对不对？因为电位是什么？存量。 OK， 唯一的地方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每一个 dipole 它的位置到这一点的位置是什么不同的，所以你在加的时候你的位置要小心的去把它sum起来。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我们现在要计算的东西就是这一块dielectric 每一个经过电场的 polarization 以后，那它的产生的这个 polarization vector 不要忘记电场的方向是这个方向，我不把它全部画出来，好，只是一个示意图。那我们说这块介质，电介质因为电场的作用，把每一个 molecule 或者 atom 它 polarize 以后，那 polarize 以后就有一个 polarization， 这个 polarization vector 它的定义就针对你的 dipole moment。那这个 dipole moment 你要看看每一个都有一个 dipole moment 啊，你要去看看单位体积里面有多少的 dipole moment， 在这个单位体积里面就是你的 polarization vector。 那我们接着要看的就是说，对于这样子一个它在外面所产生的potential 是多少，那这是我们接着要计算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说对于每一个 dipole moment 底 P 所产生的 potential， 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个 dipole moment 产生的 potential 对一个 dipole P，那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 potential， 在之前我们已经计算过的是等于4π/0，然后 r 平方 p dot r 的单位向量，对不对？对不对？唤起你的记忆来，好，如果忘掉了赶快回去翻。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是说，好，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 dipole moment 是 dp， 所以这边是 dp， 你在这里所产生的 potential 也是 dv，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然后你知道在这个位置上你所产生的这个 r 实际上是什么，每个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两个变数来表示。这个 r 呢是什么？我们取一个原点，原点如果是在这里，把它画边边一点好。原点如果是在这里，那这个 r 呢是这，那这个呢是 r plus
那这个呢就是 R 减 R plus，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关系式写成 dv 是什么，是 pi 一乘零 R 减 R plus dp dot R 减 R plus， 因为你现在是单位向量啊，那我们就把它这边是三次方，这样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吧。好，那从这里到这边你没问题以后，我们知道对底坯的 dipole 产生的 potential 是这样。现在呢每一个单位的 balloon 有这么多的 dp， OK， 那你 total 的 potential 是不是我要把每一个 potential 通通把它加起来 v， 在这个 balloon 里面的 potential 全部通通加起来，所以这个 potential 是